你又骗了大姐一次。小雨，我这是善意的谎言。我们也没想恶意啊，我不是。算了，小雨，事到如今，与其投机取巧，不如迎难而上。佳倩对我们那么真诚，我们也得真诚以待佳倩。既然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和师兄而起，说实话，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听我们收拾残局也不太好。 我们还是要一起面对。小雨，我听你的。嗯。漂亮，中国好情侣，自己挖坑，自己跳。你们俩差不多得了，在这秀恩爱给谁看，狗咬死来给谁吃。我吃。再来点点东西，来，小鹿来。 那这么说定了，我来总结一下。师兄、小雨，你们自行找一个时间地点跟大家说清楚，确定好时间地点之后呢，通知我们一声，我们敲一下自己的时间。万一场面失控，我是说，如果大姐精神崩溃和你们有肢体冲突，我和雷子师兄躲在暗处伺机行动控制局面。我也。那行，你们两个。 活跃气氛，谁要跟他回去？我才不愿意。那这会就算开完了。谢谢大家，预祝我们拯救大姐成功。加油！我谢谢你们，大姐，谢谢你们这么替我着想，我全听到了。喂，我忘记挂断了。 大姐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不需要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郎朗，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还有黄甫、雷子师兄、周瑜，真是辛苦你们了，居然可以藏这么久。不是的，大姐。我谢谢你们这么体贴照顾我，谢谢你们把我像傻子一样瞒我瞒了这么久。大姐，你不要怪他们，都是我的问题，都是……师妹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别怪他。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，小雨，师兄，我祝福你们，大姐。